名字是最高最大的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你耶稣。那里有爱的地方，
再被黑暗去困住。主啊，你让我们可以靠住你兴起发光。主啊，你让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生活里面一切的锁链都可以被你去断开。主，我们来投靠你。是啊，主，我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是耶稣，我们很需要你，哈利路亚。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，我们很珍惜，很 precious 你的同在。主啊，你是我们所依靠，主，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。主啊，在这段艰难的时间，我们定义要用赞美继续去装饰上帝你的宝座，去主你配得，哈利路亚。荣耀都归于
充满我们，圣灵加添我们的力量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让我们被你的爱更多更多去充满。Thank you.
主，多谢你俾我哋可以去敬拜赞美你。当我哋咁样尽情嘅开口去唱歌，当我哋去宣读呢啲嘅歌词出嚟嘅时候，主，我哋感觉到我哋心里边有力量。主啊，呢个力量我哋知道唔系一个自我安慰，系确实系上帝，系你要成就你嘅应许，你要赐下平安俾你嘅子民，你要成为你子民嘅山寨、高台、避难所。主，我哋嚟投靠你。主啊，当我哋心里边被一啲咧令我哋好唔平安嘅事情去占据嘅时候，主，我哋就继续嚟咁样嘅去高举你嘅名，更多更多高举你，更多更多嘅倚靠你，更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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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嘅去承认你系主基督，让我哋可以去经历上帝你嘅信实，上帝你嘅力量。主，多谢你，不是我们做得很好，不是我们很刚强的时候，我们才可以得到上帝你的怜恤。你特别在乎当我们在你的面前去说我们很有限，我们很软弱，甚至我们被罪所捆绑的时候，主，你在十字架上面，你在苦路上面，你所受尽的一切就是要来这样的拯救和释放我们。是耶稣，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 surrender 我们自己，完全降服在你的面前，去领受上帝你要完全的去拯救我们的生命。Thank you.
放手去卸给主耶稣，然之后我们才可以 有空间去到承载神要倾流下来的那个足够，那个稳妥，那个义里面那个完全备的一个保护。主说今天他在等候着去倾流这些恩典在我们的慌张里面，但是我们愿不愿意向他松手，放低嗰啲人嗰啲正常嘅情感，去到换取佢嗰个无限嘅一个滋润咧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哋都愿意嘅，不如我哋做一个行动，用你嘅左手按住你嘅心，用你嘅右手打开嚟，话俾神听，话我愿意放下，我愿意放下我嘅忧虑，我愿意放下我嘅唔稳妥。我愿意放下我的焦急，我愿意放下我的看不过眼，我愿意放下我夜晚惊到睡不着觉，我愿意放下日日在那里看报纸，看一些新的疫症究竟是怎样。主啊，因为我要住在你大能者的隐密处，我要栖息在你的翅膀的荫下，因为你和我立的是平安的约，而这个约是不用钱的，因为这个约是用主你的宝血
你帮我哋，我哋想要想得着你赐俾我哋白白嘅平安同埋休息。主啊，你赦免我哋，用我哋自己嘅能力去到替做一个平安。你赦免我哋，以为自己靠自己嘅努力可以有真正嘅平安，因为真正嘅平安只系从你嗰度先可以有。主啊，我多谢你，因为我哋求你饶恕嘅，你就赦免我哋，并且你倾流嘅系我哋眼未曾见、耳朵未曾听、想都想不到嗰、那个喺风浪中里边嗰个平安，喺急浪中可以瞓得着。安睡主耶稣的平安，多谢你。心神是不轻看，破碎的心神是不轻看，他要医治一些心灵破碎的人，他抚咒世上在里面被忽略被卑微的人。今天他就想告诉你，他不单止要帮助你，他不单止要将平安给过你，他要告诉你，今天他愿意抚咒来到你的面前，他去拥抱你，在苦难里面拥抱你，在那个你现在面对艰难里面拥抱你，在你现在破碎的心灵里面，他不单止拥抱你，今天他要来到医治你，使到受伤的心灵里面得着一种的恢复。但是我们有一个责任，就是放手，我们要交托。你打开我们双手，我们开始去领受从上头来圣灵的大能的医治临到在我们的里面，那种的恢复临到在我们的里面，那种神抚咒我们那种与神相遇的一种的体验，在这个时候里面，神愿意将他的心来打开，来到给每一个愿意来到渴慕他、寻求他，他要来到大能的恢复在我们的里面。你要打你的双手去呼求他，去赞美他，哈利路亚。
因为你，
感恩今日神透过弟兄姊妹佢嘅领受出嚟，去分享一种嘅交换，将有限成为一个无限，将我哋本来该死嘅生命，去换嚟一个永生，将我哋喺缺乏里边，我哋可以经历丰富，将我哋而家喺一种好沉重嘅，我哋经历咗好几个。有天災，有社會運動，亦都有疫情，大家的心裏面很多狀況，但是我們可以在神裏面經歷一種攞不走的平安，何等大的福氣。我們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，我們都會紀念，用聖餐去紀念。今天我們雖然因為衛生的緣故，我們沒有一個實體的聖餐，但我都好想透過今日一個嘅聖餐嘅經文，我哋去思想一下耶穌點樣嚟到去到為我哋所做嘅一切。每逢我哋去紀念聖餐嘅時候，嗰刻我哋會再一次翻到去神嘅救贖，耶穌基督嘅救贖，耶穌基督佢自己道成肉身喺我哋每一個嘅人嘅生命嗰種嘅工作。再思想一下今日。我是属于哪一位？在路加福音第22章14节这样讲，他说时候到了，耶稣坐席的时候，使徒和他也都一同坐席同坐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很愿意在受害里面和你们吃这个逾越节的筵席，我告诉你，我不再吃这筵席，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面。耶稣接过杯来祝谢，告诉他们，你们拿这个，大家分着喝。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，直等神的国来到。又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擘开递俾佢哋，咁讲：呢个系我嘅身体，为你哋写嘅。你哋也应当如此行，为嘅系纪念我。饭后亦都照样拿起杯嚟讲：佢话呢个杯系我。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，看啊，卖我的人和我一同在桌子上。耶稣知道同台有人出卖他，但是他仍然没有放弃，他将他自己知道神有的成就在他的生命里面，就是负上全人类的罪，他要给人类有救恩。有人说，当第二个杯去释放这个新约的信息的时候，门徒吓一跳，因为原来是一个通常是一些即是同你关系想同你去结婚的姑娘呢，用来去示意提亲的一个动作。我相信班门徒一定很惊讶，当耶稣这样去做，但耶稣说，我要同你立一个新约，每一个愿意去接受的人，他要跟他立一个永远的约，而且这个约他要成为这个人的保护，用重价买赎回来，叫告诉我们，今天我们再不属于自己。好，我们一起去纪念主的时候，虽然我们今天没有饼没有杯，但是饼在心中，杯在心中，打开我们双手，我们去祈祷好吗？去感恩。如果你去省察自己的时候，有一些东西是不讨神喜悦的，在这个时候我们去认罪，忧伤痛苦的心他不轻看，相反今天他想每一个失丧的人可以来到他的面前，可以得着恢复，得着力量，耶稣的宝血再有果效在我们生命里面。只要我们摆下自己，用无限的去换取一个有限， 用有限的换取一个无限，在我们有限的身体，在我们不足，在我们很多不足的里面，竟然呢，我们可以接受耶稣基督，放下自己接受耶稣基督，我们可以因信称义，我们可以因着相信，因着接受，我们可以呢称为义，再一次经历祂的救恩。主啊，今天恢复在我们生命里面，耶稣多谢你，耶稣多谢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一起来听。
赎自己，因为你我不再，因为你我不再一人。我哋宣告，我哋唔再属于自己，因为你，我哋为主而活嘅，我不属自己，因为你我不再一人。因为你我不再一人。耶稣基督里面的人，我们就都死了，我们的老我死了，我们靠自己的生命死了。你说你是叫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，乃是为那个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。多谢你，我们不再属于自己，因为你一人死了，众人就都死了。我们旧有的生命，我们的骄傲，我们的靠自己，我们罪性的生命，你说都同你一同死亡。而主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你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，一个新生命复活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。主，我们多谢你，愿你得着一切荣耀颂赞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将一切最大掌声，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，这位复活的主，这位真神在我们的当中，配得我们敬拜，配得我们赞美， Amen。 大家请坐，哈利路亚。